此时年代，宋庆龄先生和友人一张罕见的合影。面对镜头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，他的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，仿佛每一根发丝都清晰可见，没有一丝杂乱，展现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精致与端庄。他的五官十分标致，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，显得亲切而迷人。